事情都做不完，随便你，寇刃司总是会惹上麻烦。来看看这次又是什么事。月光，过来。 月光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非常感谢你的协助。好吧，如果你坚持要这样，月美女士是最优秀的菲林。我一定要唱吗？好，我就听听你要说什么。 好意思，请问你是凡人吗？好，我就听听你要说什么。糟糕，你好啊，寇刃司，快跑！ 需要什么？你走吧。
就这样吗？事情都做不完，跟我来，星木林地就在附近。自然灵魂在种子里面沉睡，他们总有一天会苏醒，回去原本的世界。女王必须决定要让哪些种子存活，哪些干枯，干枯的灵魂会永久消失。这是非常残酷的工作，但是在干旱结束之前都必须如此。我们去别的地方找避难所吧，朋友。这片领地很快就要消失了。欢迎来到亚登旷野，我们全力付出。文林看着我们，走这里，我们被饥饿的野生动物攻击了，有灵魂正处于危机。我发过誓要保护那些野性种子，不能就这样丢下他们。特詹，你找到帮手了。你是来帮忙的吗？感谢女王，请救救那些可怜的灵魂。请助我一臂之力，你是真正的。愿黑夜笼罩你，我们欠你一份情。你也看到我很忙了吧？沿着路走就会到特纳瓦勒，在那里汇合。做什么呢？我放到哪儿去了？谢谢你，陌生人，值得信任的人真的不多了。没有目标，我为女王效命。再见。现在我们要拿出真本事了。你应该要乖乖沿着路走的。
需要目标。快点，为了女王，一切都得尽善尽美。嗨，又见面了，我有好消息。很高兴见到你，你还真是个特别的家伙。灵帝在呼唤你。在女王到来之前，我们有很多事得张罗，别浪费时间。女王会照顾你。春去秋来，花开花落。有什么事吗？祝你有个宁静的美梦。有什么事呢？不对，不对，女王看到这样不会开心。愿黑夜笼罩你。谢谢你，朋友，这些血糖最近还真是不平静。需要由照料者来给野性种子灵魄，没有灵魄，种子里面的灵魂就无法重生。灵魄干旱开启之后，灵魄就变得很匮乏，因此我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。你把这边收尾一下，我去找失踪的照料者。
是我可以把你解决的呀。杰物吃了他们，怎么又来了？我能帮你什么吗？放轻松吧，随风而飘荡。祝你好梦。用我的匕首把植物撬开，救出其他人。我去特纳瓦了等你。哦，再次感谢你，能有你这么好的人，你的世界真有福气。现在没有目标。
我们都被植物吞过，这种事也见怪不怪了。你好啊，保重，后会有期，享受旅程。来吧，我来教你怎么照顾野性种子，怎么看它的灵魂之梦。先看看这一颗小一点的，它刚来的时候就遇到灵魄干旱，需要多一点照顾。风再次举起了你的双翼，织梦者。哦，这都要感谢这位新朋友的协助。有梦最美，愿黑夜笼罩你。糟糕，这颗野性种子里的灵魂正受到梦魇影响，可怜的小家伙当初一定走得很痛苦。或许灵魄可以缓解痛苦，等他的梦平静下来，我们就能……等等，这个灵魂居然和你有连结，这种事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我们应该跟树林长说，野性种子和照料者有所连结，这可是罕见的美谈。不太妙，灵魂的梦魇徘徊不散，它到底发生过什么事？休养生息，梦见星空，微风在倾诉你的秘密。春去秋来，花开花落。救命啊！木萧偷走我们的灵魄，带走我的朋友。你需要这个吗？谢你的造访，欢迎再度光临。他锁住了。
地心，太荒谬了！我要先找到目标。他说可以把你解决掉。